在比赛中，哥们儿还是有很多问题要提给大家的啊，考考大家，难为你们二位。 王浩，这个最近在忙什么呀？哎，马林，对了，你都裁判去，在里面，你们两个裁判去。好好好好好。一分一出来了啊。好。王浩，你回答我的问题啊，看看我们要给你做一些这个干扰啊。你最近在忙些什么？告诉我们大家。最近当教练。教练，带哪几位球员呢？ 樊振东，主要这次过来看的就是。大力，我这问你哈，2-0哈，马林，你把分数打出来了，你旁边有一个助理裁判啊。马林，是我们今天这场比赛的裁判啊。嗯。客串一下。2-1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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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-1
这个王浩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？哦，三米五结束了。结束了吗？太快了。我们问题还没结束，我还在赢你。他这个味道就结束了。没有，我主要我着急上场了。这个，我着急上场。你做中，你刚才赢了这个大力和他的大道这一组，再来。第二场。那你该你三分了。王浩平，你做裁判，规则改了三分了。三分了。哇，这个太太紧张了，三分好，那就这样吧，三分定胜负啊。我这是听裁判的啊。 王浩，这个平时这个爱去哪儿？这个在北京都想。王浩喜欢吃火锅吧？吃火锅？上哪儿吃火锅？王浩，赛道。什么地方？赛道火锅。这是在北京的哪儿啊？世贸天阶。世贸天阶，我天哪！听到没有？这两位上那边吃火锅。几比几了？几比几？二比零。二比零。三分啊，就已到了局点了。 Game point here. <音>哇，这消息打出来犯贱啊！我们这几位是现在是三比零了哈，赢了哈。甭管没再打一次，打一分这边。打一分。啊，这样吧，还是三分吧。咱们这稍稍的还给点黑点，先给大力跟你来一个大一分。王立勤知道不知道王浩喜欢听什么音乐？王浩啊，喜欢听流行音乐。流行音乐，具体点。 还可以啊，这个王立勤这个大力的直拍其实还是很有功力的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刚收表扬，你看就不行了。<笑>最后一球，最后一球啊，再看一下，最后一球，看看是谁的不胜出。好，险胜，结束了。<笑>